街舞节目还没结束，另一边又要兼顾新剧的拍摄工作。给出这个时间，我觉得比别人大不了。然后你决定好了，点头。今天他将完成一场重要的情感戏。你说你好，你点头，我还在，然后就开始。现场所有人全部闪开。来，陈静。哟。预备。开始。真的天赋，就是感受。你学四年，学八年，你告诉我，你来一个。往后，往外走。摇摇摇。陈，非常好。